好，那可以，一、二、三。老老爸爷、老妈爷，一大清早在这里叽里呱啦叫什么叫啊？不信我一个，哎，闭嘴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道我发火，一个脸都把你买去，卖去那边看你去，厉害啊！实现的，给我骗钱！吃饱了就是舒服，到你去吃了。来，我，站起来，打我，啊，我，绑起来，快把那绑手，绑手，绑我，等我弄死你们，知道吗？萝卜老实一点，就绑你怎么的？你绑我们还少吗？天天打，就是，不打你们，你去绑那个，等我去绑那个，把那个拖过来。你这些臭婆娘，你看，都不知道你们做了多少单，是这么肥的蛋，拿出来的。好，呼呼呼！哎，表妹，表妹，还打吗？哎呀，扛起来！现在轮到我们把他又狠狠的打回去，老实点，老实一点啊！啊！打我们的时候那么卖力，哎，见我们面前，他妈的！你，你听啊！谁？你大爷！谁？你们四个妇女，想敢投保？啊？不保了，你们卖吗？找死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一个二个的，全部把你们卖掉了老子！现在是你们找死啊！进来，贩卖人口！对呀、啊，自己乖乖的绑好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死都不知道什么事。现在法治社会，你们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啊！现在是你们落到我们的手里，竟然藐视法律的话，一起死！慢点啊，慢点出来！看什么？看什么？放过我吧，你们出了来再说吧。狗腿都把你们打断了，就放过我们这一次吧。干嘛干嘛？你们是保镖？手机，手机。这里是荒山野岭，啊，豺狼虎豹多的是，你们跑得掉吗？他们的手机以前都是放在那边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，没拿我的手机，要报警。老实一点，老实一点啊！你们就等着那个法律的制裁吧。
手机来了。别幺幺美女，放我们一次。坐下来。喂，幺幺零吗？啊，我要报案。对，我们被人贩子抓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好多山这里，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你们按照手机定位过来。啊，我们这有四个女的被他们抓的。啊，这两个人贩子被我们制服了，啊，绑起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把他打晕，我们先逃。好，你们过，赶紧过来。好，叫他按手机定位过来了。坐着，李健，约好先见了。谁要跟你见？你们要打你就跑。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赶个兵，对不对？